电话就来了，泽斌，我们现在要开会。就是穿一穿就去了。与林北好友共同自导自演，前民进党公许哲斌确定遭到起诉。检警查出许哲斌拥有上千组脸书账号，堪称网军头。更厉害的是，这些网军账号都还是有效账号，显见许哲斌特地花功夫养号，避免账号遭到脸书删除。为什么在我们司法单位把许哲斌跟林玉红让他们落网之后，所有批评臭蛋坏蛋的文章全部不见？不止当初带风向的留言批评现在消失，曾经力挺好友的蓝营赖清德造成现在激化网军整个的攻击，他必须要负责任。在调查的过程中，我们也不希望有些人用自导自演或者是说谎的方式，我们就希望相关的机关勿枉勿纵。其实从事发9月22号开始，蓝营几乎天天挺，直到10月1号，侯友宜还发文质问民进党等同犯罪。特定政党为了政治利益来制造了假消息，不仅造成了民众的恐慌，整个市场有所动荡。侯友宜，你应该要公开道歉，带着你国民党所有的党公职当时在带风向的一起出来道歉。民党刚刚召开记者会要求你们要道歉，那就依法办理啊。虽然说法更收敛，但侯友宜似乎很不悦，因为随着检调正式起诉，林北好友发文，再由许哲斌网军带风向，一条龙操作已经摊在阳光下。当初在野阵营捡到枪，如今就快证实只是参与骗局一场。三立新闻黄玉凡有涛台报道。